七零不选，非要选击球手。舞女不会溜你的女，那你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咱要不带个大心脏，T0不拿，非要选个击球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泰。那么这个的话，开局被队友吐槽那没关系啊，其实很正常。队友的话，经常看到坑的击球手太多了，我也是这样，所以说会有点偏见，其实很正常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把有我在，我会带你起飞。感谢。这把的话，击球手打的是非常好，一个球远，嘿嘿嘿嘿，不踩不踩，找球咱们再给他抡一下。但这边的话，他不给我机会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找机会就是了。越，哦哦哦哦哦，哦，球太远了。死位置怎么这样？卡住了！别发呆呀，干嘛？没见过击球手哥哥吗？没见过急救手哥哥吧？可他发什么呆呀？先走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摸血，因为他可能会掉头，钓鱼啊。不吃了，不能再吃饭了，再吃饭要被干掉了。这把队还可以了，跟你讲，这把队友这把排到算正常的，人家 S 牌好歹有点东西在里面的，要让杂技修机，我们跟他一起救啊。好歹知道起来，好歹知道那啥，还到知道还好，就是我得把目的待，除此以外没什么，还好。球去打了，我操！还有球去打了，这是犀鸟，这是一台机的。换追了，手电进了。嗯，木那边有球，我知道，但是没捡了，没法捡。给自己刀，哎呦火！他飞轮了，那宙斯去保吧，我走了。T0不选，非要选个击球手。还没有大心脏。我昨天那个素材，你知道，昨天那个素材就是两个 S 牌，看到玩击球手直接换了。我说玩呀，他们就偏不玩。这波很关键了，好不好？他闪现，他马上死了，他被闪到了，他。